周杰伦的《明明就》这首歌到底怎样去唱好它呢？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唱歌不够好听，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。今天呢，我就来教大家。首先说一下唱歌最重要的，要唱出强弱的对比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哎，有了强弱的对比，你的情感是不是瞬间就出来了呢？OK， 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。远方传来风笛，听出来了吗？这里有一句小转音，风咪发咪，加快。风笛，我只在有你的消息。哎，没错，这里呢又要用上真假音转换的消息，咦的笑，针对这两个音多做转换练习，你一定可以唱好的哟。远方传来风笛，我只在意有你的消息，城堡为爱守着秘密，而我为你守着回忆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你的心事太多，我不会戳破。关注我，做朋友圈的麦霸。